世界脉动，澳洲视角，欢迎收看 AMEC 澳洲留学网电台，您的第一所 Visa 学习平台。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c a r 您对澳洲留学移民投资有兴趣吗？欢迎您订阅频道，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叫我们有新的 V 六新的消息。 都会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报。OK，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什么吗？我们来聊聊哈，如果啊你在澳洲境外，有没有可能啊谈成一个雇主？ 担保的机会哈，呃，我基本上在这两三年当中，非常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呃，那当然有很多也是从啊、呃、香港过来，因为香港只要拿到四八二签证，基本上就是准 PR 了，他给你五年签证，后面就是工作，然后待满时间就可以转 PR。那当然，其他人的话也希望能够呃通过雇主担保拿到工作签证，然后工作三年也可以转 PR，或者是可以拿到一八六直接就变 PR 了哈。那这个问题其实蛮多人在问哈。 那因为怎么说呢？啊，听起来比留学还好啊！因为留学你刚开始还要去，还要花钱，对不对？花钱当中，呃，你要吃喝住睡所，所有东西都在花费。啊，如果能够马上拿到一个雇主单，把工作签证直接过去，就开始有薪水的话，那不是更好吗？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的难度有多高哈。首先呢，我先让大家。 观众朋友们，思想一个问题：今天不管你人在哪里，啊，你想要聘个护工吧？我们就这样讲哈，聘个护工啊、呃，他从别的国家过来，啊，我们先这样思想哦。好，然后你只是透过网络见过他，甚至只是看过照片，然后他他根本没在你没有面对面见过他，OK，没有真实的看过他，你敢聘他吗？啊，我先让把这个问题。 放到每一位的观众的脑海里面去哈、哦，我想大家可能就大概知道这个最后的这个答案是什么了，因为我们大家都一样嘛，对不对？这就很像相亲一样哈、哦。如果今天啊，你呃分明是要相亲，然后呃你还没见过那个妻子或者是啊未来的这个女生或者是男生，你都没有见过她，或不管是妻子或者老公哈、哦，呃，然后就看过照片而已。 你你你你敢你敢跟他签婚姻协定、签签结婚的证书，然后就这样结婚了吗？好，一样嘛。这个这个，我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 answer 在哪里了哈。当然了，当然，如果这一个相亲的对象呢？ 呃，是一个啊、呃，我是一个世界有名的、啊，或是明星啊，然后非常有钱啊，或是哪一个财财主，哪一个大集团的这个富二代、富三代、富四代、富五代、富六,六代，不管是哪一个哈，如果是这种的话，哇，你可能不用想、不用见，你也 OK 嘛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了，我们如果要一个澳洲的雇主。 除非你能 provide 给他的这个工作回来的 return 是非常之高的。举个例哈、哦，他是一个国际型的公司，他聘了你过去呢，你可以帮这家公司赚更多更多的钱，但他给你的薪资非常之高，可能十万、十多万、二十万澳币一年年薪的，那他当然 no problem。 OK，no、okay, problem 他。他他要花多少钱？花多少的这些法律的这些 process？他当然是 no problem。但是他如果只是要聘一个一般的员工啊，就进到一个餐厅啊，进到 hotel 啊啊、呃，或者是进到一些啊、呃、其他的一些工工种啊，比如说 IT 的产业啊啊、呃、工程系的等等的一些基本的工程师啊，他会愿意做这个事吗？ 那、啊、你会愿意做这个事？如果你是老板的话，你会愿意吗？OK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、啊、这个法规到底要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呃，一般一边聊聊，一边给大家一个这个 scenario，因为我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，我所以有时候哈，我们如果倒过来思想的话，可能你的答案就会比较清楚了。好，那当然，非常多人不是说不能透过网络去找工作，然后去 interview 可以。 If you win, that's no problem。但是我们先看一下哈，法规要求我们东西。我们先看这个大家最爱的这个雇主担保签证类别一八六他直接给你 PR direct entry 啊。你申请的人需要什么资料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来看到 eligibility 这边，呃，oops，这是雇主的部分。我们来看这个呃申请，而不，雇主的部分我们等下也会来看一下。雇主的部分他也要一个 standard business sponsorship。好，你在 interview 的时候，呃。 你没有办法知道对方会有会不会有这个 sponsorship。如果你谈了很久都好了，什么都 OK 的，结果他没有他没有办法 sponsorship，因为他没有 sponsorship，那也是白谈。OK，那当然你不可能 interview 的时候第一句就问他你有没有 sponsorship。哇，如果你是那个雇主，你听到你可能都不想聘这个人，这个人分明就是来跟我要签证的，更不是有中意来了我这边真正来工作的哈。 Anyway，如果你是在工作人，你需要什么东西呢？最重要的三个东西，我这边帮大家 highlight 起来哈。第一个，你是要有工作经验的。哦、oh,，Of course，你如果你如果被啊、uh, pick 到要 interview，当然了，你的你的 resume，你的简历里面肯定有写非常多有关你的工作经验，你才会被 pick 到去 interview 嘛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呢，就算有这些工作经验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工作经验，移民局签证的要求是你有三年以上，然后还有职业鉴定的要求哦。 你做了职业鉴定了吗？OK，雇主可能根本完全不懂签证的法规，他也没有跟你要这些东西。但他要聘你过来的话，你能过去马上取得工作权吗？你如果没有工作，你如果没有职业鉴定，你又没有办法落实这个签证？你就没有办法有工作权，没有办法有工作权。 那他就算再爱你，他也没有办法聘你啊。OK，所以呢，我在我的频道里面其实常讲哈，如果你对这个技术移民或者是雇主担保工作签证有兴趣的话，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做职业鉴定的。你如果不做是没有用的。那当然很多人会问我说，我这样子会不会过？我这样子会不会这样？这样如果会会 OK，我只能给你一个 precise answer，因为我不是鉴定单位。就像。 很多，就像我如果今天问你说，呃，我今天我想要申请去美国哈佛读博士，请问我会不会拿到博士毕业证？你你你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好，好，所以职业鉴定也是一样的意思哈。我大概可以从你的背景，可以大概可以 predict percentage，但是没有办法给你 hundred percent 的 answer。那问，那重点来了，这职业鉴定要多少钱？其实一般来说都几百块，一千块。 最多两千块澳币，没有多少钱啦，你做一次呢，至少你知道你会不会过，不会过，你知道你缺多少才会过。所以怎么样，他都给你个 answer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哈。那拿到这个以后，当然就可以直就可以往这个。 啊、呃，工作签证等等的申请要求，但有些职呃这个呃职业是需要 license 和 registration，比如说护理啊、护士啊、工程师啊、IT 啊啊、呃、等等，他们需要一些特别一个 lic e n s e 和 registration，那就要看你的工绩职工种是什么样子的哈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他也没有办法聘你啊。那我们就讲到这边，讲回来呢，到底这个讲这么多，到底在讲什么东西？就第一呢。 你一定要 get ready，你如果没没没有 get ready，你很难被聘雇。那同样的，就算你这些东西 get ready，你也没有办法知道雇主到底能不能担保你。然后因为有这么多的 question，所以如果你在境外，你人不在澳洲的话，你要取得一个雇主担保的工作签证是 extremely hard。那当然，最后很多人就问说：那我我如何让这样子的成功率拉高？ 很简单，你人要在澳洲，呵呵很简单哈。那你要在澳洲的话，当然很多人就说啊，那我用旅游签飞过去可不可以？对不起，旅游签三个礼啊、呃、三个月的时间你也没有工作权啊，然后你要在那么多那么 complicated 的签证里面，在三个月内全部搞定也不太容易。所以一般来说，success 最高的是什么呢？比如说有些人，如果你还年轻的话，可以用打工度假签证过去，你可以工你的时间比较长啊，给你一个做职业鉴定。 然后你也可以工作啊。第二个呢，当然是很多留学生过去毕业后，你会有毕业工作签证，你就可以待在澳洲。然后你也会做职业鉴定，当然同时呢，你也可以工作了。那所以通常这样子留下来几率。 才会高哈。那我不是说境外就没办法做到。如果你是做 internal transfer，或者是哪一个雇主，哪一个你的特别的工作是 very unique 那个 value，可以让这个雇主担保你有达得到更高的 value，的话他当然愿意担保你咯。 OK，所以我们今天基本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东西哦。然后解答这个问题。我相信前面我给大家这种 scenario 就非常容易了解到一个 mindset。那因为签证的复杂性，让非常多人没有办法啊 ar arriving straight，然后马上拿到工作，然后马上就可以转换签证，不像在亚洲、澳洲非常非常复杂的、哦。Anyway，我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可以留言给我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